看看新闻网。主持人版霓虹灯下的哨兵选角活动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。这第二轮选拔不仅修改了比赛的规则，就连比赛形式也与以往不同。那我的主持人同行们能 hold 得住吗？首先出场的主持人王优佳，因为和助理搭档潘前卫配合得太过默契，还被评委巩汉林质疑了一番。我想问一句，你们两个人表演的这个节目是提前准备了还是没准备？一个字儿什么都不知道，龚老师，我穿这个衣服，他们给我梳这个头发，拿这个包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。作为评委，巩汉林老师眼里可是容不下一粒沙子，当然他的幽默也是无处不在的。主持人朱桢的表演掀起了当天比赛的高潮，这其中就离不开巩汉林的插科打诨。二叔，你这个样子被大郎看见不好。大郎，他现在正在那个烧饼摊，我安排了200多个人在那儿排队，今天做烧饼，我做死他。嘿嘿，嗨，朱桢，他始终生活在精神分裂的状态。啊，行了，在线上海采访报道。